胸部是显露魅力的重要部位，是现代女性重要的健美象征，所以女性越来越注重它的保养及美化。以形塑高耸挺立的曲线美，但是要克服哪些状况才能达到这个目的呢？状况一，如果卵巢分泌的雌激素不足，或是随年龄而日渐减少，会使乳腺萎缩，乳房悬韧带松弛，造成松弛下垂与体积变少。状况二，为求苗条，有些女性愚昧的节食，结果使乳房发育不健全，干瘪无形。状况三，乳房内部组织30%为脂肪，女性从事体育工作，若过分减少体重和脂肪，体内雌激素的分泌量也会连带降低，导致胸部脂肪减少与平坦的问题。状况四，女性常用过热的浴水刺激，使乳房组织松弛，并引起皮肤干燥粗糙。状况五，个子高但因雌激素缺乏，使乳房比同年龄的人小，或单侧乳房明显较少。这些问题不趁早解决，都会抹煞胸部的形态之美。美容专家表示，其实哪怕您错过了乳房成长发育的黄金期，也未必不会有较大的变化。必须先请您正确认识雌二醇的荷尔蒙经皮吸收疗法，从学理了解雌二醇如何增加乳房内部脂肪所占的比率，并随着时间而增大自信的来源。真女人紧致美胸精华乳就是含有雌二醇的药妆级专业配方，能为您高耸挺立真实的质感，丰富您的性感人生。真女人紧致美胸精华乳含有最关键性的雌激素雌二醇，它是三种女性荷尔蒙当中功能与含量最多也是最重要的主力。大部分的外用雌激素都做成雌二醇的形态。美国德州大学研究发现，雌二醇含量较高的女性比较容易拥有前凸后翘、腰部纤细的沙漏型身材，而玛丽莲梦露正是这样的典型，因此我们又称它为玛丽莲梦露荷尔蒙。真女人紧致美胸精华乳，雌二醇的含量高达200国际单位，是一般 Estradiol 的5倍，还有促进营养吸收与丰挺的三大天然雌激素，例如特殊的三药醇、三药雌酮、大豆异黄酮，来调节你的荷尔蒙，是您拥有傲人自信与恢复胸部紧实的最大关键所在。另外，它更佐以三种神经酰胺、胶原蛋白、玻尿酸、硝胺醇、荷巴油来滋润你的乳房肌肤，能给你保湿、柔软角质，增加弹性的年轻触感。其实科学家早就发现，雌二醇分泌旺盛、浓度较高的妇女，通常容貌与身材也比较诱人。比如身材玲珑有致的性感女神玛丽莲·梦露，一向被视为美女赖以勾魂的典型。科学家指出，她诱人的身材与荷尔蒙雌二醇关系颇大，故能以外在条件引诱最理想的伴侣。英国皇家学刊《生物学通讯》研究显示，雌二醇分泌量高的女性，不但自我评价较高，旁人也会觉得她们相当有魅力。英国《生物通信》期刊发表的研究也指出，从女性的唾液、血液里面检测出雌二醇的含量多寡，浓度较高的妇女容貌与身材通常比较诱人。发育期若胸部过度丰满，也是雌二醇浓度偏高的关系。而雌激素在男性体内积蓄，也会引起乳房肥大，以及有名的男性女乳症。一般健美乳房常用到的真女人紧致美胸精华乳，配方就是含有这种重要的雌激素雌二醇。涂抹在乳房，经由皮肤慢慢的吸收，可以让你的乳房变得更坚挺、更丰满。想要丰胸吗？这一招你一定要学起来哦！因为过了25岁，赖婷宜的胸部却很平，胸部还是停在博弈的阶段。原本想去做隆乳的手术，希望能够一劳永逸的做一次之后，永远都会这样。可是有个朋友却跟他说，去做自体脂肪丰胸之后，虽然胸部的触感超自然的，原本以为后来交的男朋友一定不知道。结果男朋友还是忍不住吐他的槽，说出了早知道他有隆乳的事情，超尴尬的。而且听说有些隆乳会有什么夹膜挛缩和触感不好的问题。现在女性越来越注重乳房的保养和美化，强调要高耸、要坚挺，以形成外部的曲线美。真女人紧致美胸精华乳，因为含有雌二醇，所以能促进乳房内脂肪含量的增加，改善乳房松弛萎缩以及减肥后胸部变小的困扰。请于洗完澡体温处于升高状态时使用，保证效果最好哦。使用时请由下而上，由外向内的方式按摩至完全吸收为止，时间约3至5分钟，绝对让您事半功倍，让美丽的线条带来重大的转变，拥有穿上低领洋装的首要条件，保证使人大感艳羡。钟敏安身高够高，体重也标准，如今胸部一直没有长进，看到其他同事穿着制服，每个人挺起来都很好看，他却只能垂头丧气，看人家跑起来胸部都会晃得很厉害，让他好羡慕这种负担。结果他说，他这个 A 级挺不足，用了药妆级的真女人紧致美胸精华乳之后，可能就是因为雌二醇这种雌激素吧，效果真的超明显的。那一阵子真的大得很明显，而且胀得很凶，
从 B 降到 B 到现在都还没有停哦。而且你有没有看到我的皮肤也变得比较细嫩了？其实我也有上网去查过雌二醇这个资料啊，它真的有提到它对胸部有增加脂肪的网页，就像维基百科上面也有提到，我可以拿它来按摩我们的胸部，它可以促进我们胸部的丰满哦。原本啊，我是想说好吧，来一个长期抗战好了，结果啊，没想到这个雌二醇真的这么厉害，它现在啊就已经让我穿低罩杯的了，真的是还好我当初没有被我朋友揪去做丰胸手术。陈玉婷表示，胸部一直都是平的，而且平到爆，讲难听一点，站着的时候简直就跟躺下来没两样，所以一直有想过要去隆乳，但又怕有人在腋下两边开一个洞。后来朋友查到真女人紧致美胸精华乳，结果才几个礼拜而已哦，就已经整个大了一个罩杯了。而且离谱的是啊，我整个人已经过发育期了，可是我的胸部哦，最近从头到尾一直都胀胀的，你看胀到我现在低罩杯都已经很撑了，还没有停哦。还有就是啊，我觉得我的皮肤啊变得也比以前还要细哦，而且啊，我拿那个雌二醇来涂我脸上的痘痘，因为我脸上以前哦是很容易长痘痘的人，竟然马上就都好了。我觉得女人一定要体会看看那种长大的感觉。毛若竹说她真的很伤脑筋，胸部好像都长不大，生小孩之后更惨，32A 加上怀孕后的摧残，下垂又超没弹性，因为朋友常亏她是胎压不足的胸部，后来那些笑她胎压不足的人都笑不出来了。我每天擦每天按摩的情况下，我从 A 到 B 到 C，我现在已经到C加哦，它胀起来的时候真的很明显。像现在啊，我已经30几岁了，而且啊，我也生过了一个小孩，我的胸部还能如此的丰满，还能如此的挺，我真的很开心哎。真女人紧致美胸精华乳含有的雌二醇，是体内主要由卵巢成熟滤泡分泌的一种天然雌激素，能控管月经周期的规律性，刺激乳房细胞的受体，促进脂肪囤积。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 FDA 就曾在2010年7月29日宣布，使用雌二醇的妇女应避免儿童接触到他们已喷涂的皮肤，以防止可能产生早发性乳房增大的问题。可见雌二醇对乳房何其有效，而且雌二醇还能抑制体内过高的雄性激素，避免内分泌失调与满脸的痘痘，保持肌肤的细致性。本药妆配方真女人紧致美胸精华乳为天然雌二醇晶体吸收型，使用方便无刺激性，渗透快，不沾染衣服，涂抹吸收后可改善因雌激素不足引发自信不大问题不小的种种问题。本产品经 SGS 检验合格，不含塑化剂，请您立即来电订购，迅速把握最好用的方法，认明含有雌二醇的真女人紧致美胸精华乳，才不会错失您的大目标。想要丰胸这一招一定要学起来。